冲，来，我们一起看那个题目。题目它是跟我们讲滴滴等啊，把给杀都 garis rurus 羊们羊崩干滴滴 p 等啊滴滴 q 要拉 n，OK 啊 negative 一个，OK，所以他叫你 carry 你来 m 的你来 n，OK，他讲 the midpoint of a straight line that join point p and q is n negative three，find the value of m and n。哇，你讲这样散的，一时又找这里，一时又找那里，说你一定要知道，OK，谁是底底灯啊？谁是 midpoint？所以有没有看到呢？它的题目那边，OK，就告诉我们了，它的底底灯啊，热啦，OK，是它的那个 midpoint is 这一个，OK，所以老师就教你们，你们要跟它 label。OK，如果这个是它的底底灯啊，midpoint，所以你就跟它 label。我们平时 label coordinate，我们是 label x 还有 y 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它是 midpoint 的话，你就写 m 咯，m 代表 midpoint 啦，中间点啦。这样另外两个呢，就会是 OK 旁边两边的点哦。说旁边两边的点，我们就 label OK x e y e。等一下，先啊，y e 这个呢就是 x 二 y 二，那还记得没有？我们原本的 formula 啊，找 midpoint 的 formula 是 x 一加 x 二除以二，对吗？然后 y 一加 y 二除以二，OK，这个是我们平时找中间点的 formula，就是呢你旁边两个点加起来除以二，对吗？但是现在你看，哇，有些又要我们找 midpoint 里面的。有些又要找旁边的，所以老师就讲，给你将这个 formula convert，给变成这样来写，一样的写法，x 一加 x 二除以二，只是加多一个，你要跟他讲，跟人家讲，这个东西两个 x 加起来除以二就会是等于 midpoint 的 x 来的，可以加多这一部分罢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y 一加 y 二除以二跟上面的 formula 一样的，OK，加多这一部分，它就会是等于 midpoint 的 y 这样。那小朋友，你都有 label 完了所有的点了咯，这样你只需要将这些点带进去对的地方，你等一下你就会找到答案了的。来，我们一起看啊，xe 就是五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带五进去里面。OK 啊，OK，so 五加 OK 加什么？加 x 二，so 你就去看 x 二，x 二是九，对不对？so 老师就带九进去 x 二咯，除以二等于有没有看到呢？x 三哎，xm midpoint 的 x，so midpoint 的 x 它放什么？它放 n 对不对？so 你就用 n 来代替了 xm 了咯，OK。So 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呢，记得逗号，下一个，然后也是一样的，你看 y e，你就去看 y e 在哪里，y e 是 m 来的，对吗？OK，So 你就用 m 带进去 y e 哦，再加 y 二，So 有没有看到？OK，这个是 y 二减二，小朋友记得每次遇到 negative 的时候呢，不要吞掉，OK，啊，要写给人家，OK 减二。不要贪心，懂吗？给人家的东西给回人家，OK 除以二，然后呢等于 YM，说 YM 是谁？减三，说呢，OK 你就写等于减三。当你写得出这个东西来呀，哦，你已经成功一半了的，懂吗？OK，说你就 focus on，只是先做这里。当你做了这里过后，你就找到 N 了啊。说来老师。Focus on 做那一里，老师写出来先啊，重写五加九除以二等于 n，能够加起来的对吗？五加九是等于十四，对不对？十四除以二等于 m，所以当你十四除以二等于十四除以二是几多？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找到了你的 n 是等于七的咯。OK，所以同样的啊，这一边也是。隔壁的 OK 也是逗号过后呢，这边又是另一个 OK，你就 focus 另一个 OK，你去将所有的东西搬去等于的另一边，你就会找到 M 了。
可以说来，老师在旁边示范一下啊。你看虫草啊，那加减，当它粘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减，对不对？So m 减 e 除以 e 等于减三。OK，so 除二搬去等于的另一边变成乘二。So 数学先超不需要搬家了先，m 减 e 等于减三再乘二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你的二搬过去要变成乘二了咯。So m 减 e 你就找到等于减六。现在你要找的是谁？你要找的是 m 吗？So 你就将这个减二搬走啦，搬去等于的后面。老师讲数学先超不需要搬家的先，谁是不需要搬家的？m 还有减六，他们都在对的位置，你只要搬减二走不了，对吗？所以你先写这些不需要搬家的先，OK，等于减六，最后才来写要搬家的这个减二，减二搬去等于的另一边就变成甲二，按计算机啦，OK，按 negative 六加二，这样你是不是找到等于减四呀？所以你都找到了咯，你的 n，OK，是等于七的，然后你的 m，OK，是等于减四的，这样就找到答案了，OK，so 这一个就是这题将来做的。